次打开一个 Discord 联盟模式打开好。欣赏一下风景。不腿软吗？腿软不会。啊，经历多了。啊，我们也经常玩这个。对。小心小心。后面还有几位。啊，好，等一下。
下照。没事。欣赏一下。没事，迟早拍。你后面还有多少人啊？已经走掉，等一下待会可能会有一群人过来。我后面基本上是没人，他们现在在交费交汇。很多人都搬走了。这我不晓得，还看起来还好。在网络上看起来比较恐怖，实际来爬还好。是啊。有开放吗？不晓得，因为没有看到人在上面。就是放那个观景亭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在就在就在哪？哦。谢谢谢谢，还是很怕。别紧张。
还好。照片你要怎么给我？没有，我上次拿手机啊，然后这边拍一下你身上。哦，没关系，其实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为什么这边人少？也蛮冲击的。哎，怎么觉得走不完的感觉？对啊。哎呀。特别是有一段特别危险。你说等一下，等一下有一段。但是到下骑行也是蛮好玩的。那来都来了嘛，又不贵。是啊。对啊，我不知道怎么下去了。哎呀，上去应该比较容易吧？去看亭子。对，那亭子下去的时候，就一个亭子，想一个。是啊，我刚才想奇怪怎么没。没有怎么回事？可能是这没有长虹栈道有名吧，大家都是奔着长虹栈道来的。是啊。没人知道。可能有一次。这不是。不是三险之一吗？不知道。长虹栈道，杨子翻身。苍龙岭的，那个要去从北峰吧，这个也要翻，那个不翻，那个简单，大家都要走，对，去那个好看，好看就是一条长长的那个步道，就是不用钱了，你一定会经过的，一定会经过的。对，嗯，
要等我走是吧？还有四分之一。走。